史记刺客列传一。同学们先用三分钟阅读一阵嘅文章，或者自行在网上列印文章。真係咁講㗎！邊有個男人我哋組我嗌得大聲？真係我，你話你咁樣問你姐姐聽唔到？咁就好大聲咁樣問，但係又唔會問佢聽到嚟做乜嘢，又唔會問點解佢要聽到啊？佢啲思維好單純咯，佢又唔會問點解佢要聽到啊？佢就想你聽到咯，你咁樣聽唔到㗎啦！到我嗌到大聲啲先，真係咁啊！你氹佢啦，咁樣啊！我姨姐都聽到了，跟住佢阿媽都識啦，下次就佢阿媽幫我講。哇！你咁細聲，我姨姐都聽唔到啊！所以你唔喺度嗰時候，你天窗又聽唔到你話。天窗又聽唔到啊！你唔大聲啲，我姨姐都喺天窗咪聽到啦。可能你都唔為意啊。三分鐘後啦，咁而家開始講述下面嘅內容。同學解答時可按暫停掣暫停短片，待解答題目後可再繼續收看本短片。本文節錄於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中有關刺客游讓的故事。現在先交代故事的背景。他是一個春秋時代的晉國人，曾效力於范氏和中韓氏兩大貴族，後來投效另一貴族智伯，後來晉國另一個貴族趙襄子聯絡其他人殺了智伯，奪取了他的土地，又让他逃了入深山之中，立誓要为智伯报仇。有一次，他藏身于赵襄子家中，想趁赵襄子如厕时暗杀他，可是却被赵襄子发现，把他活捉及审问。赵襄子有感他是一个节义士，便释放了他，可是他都未打消为智伯报仇的念头。本文节录的部分就是他进行第二次刺杀赵襄子的过程。现在大家可以解答以下的问题：一、
二、三嘅題目，同學可以望一望解答。好啦，第一条嘅答案咧就系过了一段时间。咁第二条答案就系以七徒身弄得像出了奶疮。咁第三咧就系虚谦之人有七身之力，吞炭为瓦，以形状不可知。在身上涂上漆油，是身上长出了烂疮，吞食热炭把自己弄哑，在街上行乞掩饰身份。第四条，第四条答案咧就系、是、以子之才为质而臣事丧，子丧子必。更恨子，乃为所欲，故不得也。何乃残身苦影，欲以求报丧子，不亦难乎？凭着佢嘅才能，假装委屈自己为赵丧子效力，亲近他，很易下手，不必召毁身体，以艰难方法嚟报仇。第五条问题。答案就是既以毀質臣事人以求殺之，是懷疑心而是其君也，且吾所為者極難矣，然所要為此者，將以毀天下後者之為人臣懷疑心之是其君者也。他就指出毀壞如果委屈自己臣服于赵丧子，就有想着要杀他，这个就是怀着疑心，即两条心去侍奉人。他明知毁伤自己的身体是很艰难的做法，但他之所以这样做，是让所有的天下后世怀着疑心侍奉人而感到羞愧。由此可见，他宁愿身体受苦，都不愿意用诡诈的方法装着臣子去说服赵丧子，使自己失去忠诚的品格。咁之后我哋下堂再继续啊。